掌声，有请我哋花鸥准备奖啦，头三十名达标者，恭喜晒咁多位。掌声不断，恭喜晒咁多位不断咁体验分享嘅成果啊！咁而家呢个时候咧，咁我哋咧不如即刻去片回顾一下我哋 Rose 嘅精彩片段啦。非常之精彩啊！原來除咗 Ocean 之外咧，我哋更加喺迪士尼舉行咗大概300人嘅獎勵旅遊啊！首先，我哋有請參加咗喺迪士尼嘅舉行嘅 Dream Believe Arch 嘅朋友仔一齊起立，接受大家嘅喝彩。迪士尼之旅咧，對於好多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難忘嘅一啲片段嚟嘅。咁而家咧，我哋恭喜曬咁多位啦！而呢個時候咧，咁我哋都有請我哋 Yummy 嘅服務團隊咧，可以到台下一齊咧欣賞我哋呢個 Dream Believe Achieve 獎勵計劃嘅精彩回顧。
除了獎勵計劃之外呢，有很多位領袖不斷地突破自己，一步一步地邁向成功的。而我們大中華地區的總經理 Francis 多些說話想和更多位新領袖分享的。我們給掌聲，歡迎 Francis。 大家好，很高興呢在這裡歡迎大家來參加香港 Young Living Anniversary 的活動哦。首先我想在这边跟各位表达我的遗憾，因为在这一次大环境的影响之下，没有办法到现场跟各位一起去参加我们 anniversary 的活动。其实对我自己而言呢，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我真的很 enjoy 在每次的大活动，不管是美国的 IGC 等等这类的大活动里头，能够跟伙伴直接面对面互动的机会。因为往往在这样的活动里头，我们都会去想，哎呀 ，Young Living 到底是何其幸运啊，能够把这么多善良又可爱的伙伴聚集在一起。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在过往的我在优乐方案这段时间，我也常常去问我们的高阶领袖，到底是什么样可以让你们这么成功的把这么多这么棒的伙伴聚集到身边，一起来努力优乐方案的事业。那他们给了我三个答案。第一个，对产品的热爱。第二个，对生活的追求。第三个，对 Gary 理念的认同。那我其实回去之后我想一想，的的确确好像是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优乐方有最多最棒的产品，所以当你今天在分享这些产品的时候，如果你够热爱这些产品，那么你就可以做到喜欢就分享。那对于生活的追求，我相信对于每个在座的你们来说，我们都想要追求健康、平衡、无毒的人生。那么在优乐方，当你今天得到这些生活，其实自然而然你就会想把它带给更多的人。那至于对 Gary 理念的认同，我们看到是很多领导人他们在持续坚持这份优乐方事业的时候不间断、不停止的一个动机跟一个动力。回到我们这次优乐方主题，我们的 Root to Rise， 我们都知道优乐方的文化其实在不管到了任何地方，它都像种子一样会不断的向外散播，而且向下扎根。可是在这些过程中，会有一群很努力很认同我们的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去散播这些善良的种子，并且灌溉他们，让他们能够向下扎根。所以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有很多的伙伴，他们在辛勤地去散播这些好的种子的时候，他们灌溉他们也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果。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看到他们已经采收了非常丰盛的果实。所以在今天这个时间，我们想要借用这个机会，让我们来一起赞扬跟表扬这些非常努力的伙伴，让我们欢迎他们。时候咧，我哋再次邀请咧我哋 Young Living 嘅服务团队上台咧，咁去嘉许我哋今年新晋嘅领袖。而其实除咗今年新晋领袖之外咧，我哋都邀请翻过去两年嘅新晋领袖会上台。虽然咧上年咧我哋都喺 Virtual Event 嗰度咧进行咗呢个嘉许，咁但系我哋都明白咧气氛咧一定唔会及实体 Event 嘅，咁所以咧都好希望咧佢哋能够咧一齐喺今日咧都接受现场观众嘅祝福嘅。我哋有一班環保夢想嘅領袖，佢哋勇敢踏出第一步，喺我哋 Young Living 嘅展開咗全新嘅旅程。讓我哋歡迎所有新進嘅升級 Star 領袖一齊起立，接受大家喝彩。然之後，我哋歡迎我哋所有新進嘅高層力升級 Senior Star 領袖一齊起立。接受大家的歡呼聲。最後，我哋有請我哋新進的總監級領袖起立，去接受大家的掌聲。相信通過鎖定目標、積極行動，成功將會同你哋越嚟越近嘅。接住落嚟咧，我哋有請過去兩年的銀級領袖上台。我們一起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
掌聲不斷。我哋嘅努力、勇氣，令到佢成為領袖嘅第一步。你哋將會離成功越嚟越近，只要相信自己，堅定自己目標。接下來我們有請今年的新晉銀級領袖上台，他們是 Elvina Poon、 Sharon Poon、 Wei Stan、 Heidi Lee、 Winnie Man、 Andy Chan、 Andy Chan、 Kim Ji Jung、 Jun ChanLisa Ma、 Elizabeth Ng、 Yu Yun Ki、 Joseph Lee、 Naomi Choi、 Ray Choi、 Cameron Choi、 Joyce Wong、掌聲不斷，恭喜曬咁多位今年嘅新晉銀級領袖。恭喜你哋成功奠定事業基礎，逐步邁向人生嘅高峰。影留念，手机时间最后五、四、
接下来我们有请过去两年的金级领袖上台，成功本来就是要坚定的信念，不断挑战自己的实力。我们表掌声邀请我们过去两年的金级领袖。仲未完嘅，其實冇錯，因為接住落嚟咧，我哋都仍然會有更加多嘅領袖咧會上台接受嘉許啊！咁我哋頭先咧就邀請咗過去兩年嘅銀級領袖啦，今年嘅銀級領袖啦，啱啱咧啱啱踩台嘅咁多位咧，其實就係過去兩年嘅金級領袖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接住落嚟會邀請嘅咧，當然咧就係今年新進嘅金級領袖咧，會上台咧去接受我哋Young Living服務團隊嘅嘉許同埋我哋咁多位在場觀眾嘅掌聲啦，係咪？好，接住落嚟，我哋有請今年嘅新進金級領袖同我哋分享一句你嘅成功格言。佢哋係 Kevin 啦。Young Living Hong Kong 頒呢個銀級、金級嘅獎俾我，我好多謝我嘅團隊啦，我都好多謝喺呢度，特別想多謝 Cobert， 因為咧佢嘅一張單張咧，令到咧我可以喺你哋呢度中間，所以咧我哋唔好去估計自己身邊嘅朋友係咪會好需要呢個產品，你就去分享啦，我哋可以祝福更多嘅人。我都好多謝天父啦，俾我哋有好多好好嘅植物，讓我哋可以祝福身邊嘅人。多謝大家，多謝曬 Jeffrey。好，接住落嚟，我哋有請 CC John。後的所有同事啦，因為今天其實是真的很難得大家是無雨風雨地去完成這個 set 場，所以令到我們大家都可以順利在這個會場裡搞這個年會。那如果說我自己呢，我要多謝 Gretchen 和多謝 Joanne 我這兩位的恩師，因為我是由八年前第一次開始聽 Joanne 的講座開始，我就用我的第一支的精油，咁直到而家啦，其實我喺佢哋兩個嘅身上面，我估唔止我嘅，係大家都喺佢哋兩個身上面咧，係學到無論係產品嘅知識啦，更重要嘅係 Gary 嘅信念同埋精神咯。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啊，因為呢個對我哋嘅分享咧係好有大好有嘅啟發同埋個幫助。咁我相信多謝我嘅團隊啦，佢哋喺度，冇佢哋嘅信任咧，我唔會相信我自己嘅分享係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人。咁喺未來嘅日子入邊咧，無論係線上或者係線下邊，我希望我同我嘅團隊會繼續努力咁樣分享，可以教大家更加多嘅產品嘅教育同埋體驗，可以將我哋嘅分享帶到每一個屋企人嘅入邊，幫助到改善到佢哋嘅生活。首先都祝大家身體健康，希望今日大家都開心啦！好多謝曬大家，多謝曬思思。然後我哋再次有請新進金級領袖 Jun Chan。Thank you.
恭喜曬在座每一位啊！點解咧？因為我哋有門券入嚟，好難揸啊呢張門券。咁但係好開心嘅。咁當然啦，第一次企喺呢個台上面講嘢咧，真係都唔知講啲乜嘢好。不過當然有啲即係好似頒獎典禮嗰啲咁，有啲人要多謝嘅。多謝 Maggie， 多謝 Justin， 仲有我哋嘅 JYC。有咧喺呢一度都係好中意 Yannifing 嘅產品，咁當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體會。咁希望嚟得會場嘅，應該每一個對於呢一個產品啦，對於呢一個事業咧都好有興趣嘅。咁日後我就要喺下邊幫你哋影相。咁你哋大家要企曬喺呢個台度為自己打卡 ，OK？ 多謝，多謝曬 Jun 嘅分享。接住落嚟，我哋有請。咁咧其實我好多謝Gary 啦、Mary 啦，即係買咗咁好嘅產品俾我啦，真係好開心令到我咁健康。另外我好多謝我團隊裏面嘅Lida 啦、Maggie 啦、Phoebe 啦、Mimi 啦、不能接錄啦，好多好多。咁咧仲有我自己嘅團隊啦，咁每一位我都喺你身上學到好多嘢。咁同埋咧就係我哋一齊做嘢一齊玩，好開心。咁咧你帶到俾一個好豐盛、好健康嘅人生俾我，好多謝你哋。咁另外咧就係、我覺得喺 YL 咧喺 Yannifing 咧呢條路上面咧，其實呢個事業咧係唔係淨止我一個㗎。咁我覺得咧就係係我好多朋友咧佢哋嘅將來啦，咁同埋咧就係佢哋嘅下一代嘅明天嘅仲有。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呢個事業真係好好㗎。咁咧嚟緊咧，我會同我嘅團隊咧都會繼續咧將咧 Gary 嘅愛咧去發揮去周圍傳開去啦。咁咧去帶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俾大家嘅。咁我哋會繼續學習，繼續努力。咁我希望咧每一位，包括你哋在座每一位啦，喺呢條健康嘅道路裏面發光發亮。多謝。多謝 Gary 啊！謝 Amy 分享啊！以下落嚟咧，我哋就接住，我哋有請 Emily 五。大家好，我係 Emily。首先，我真係要好多謝 Irene 同 Christina， 慢慢咁樣將我湊大。然之後，BHBL 呢條 team 真係有好多愛。Joachim 啦、Eunice 啦、Serena 啦、Betty 啦，教識咗好多嘢啦。再多謝 Kobin、Joanne 同埋 Vivian。我希望自己逐個逐個家庭去分享公司嘅 product， 然後逐個逐個農場都可以同我老公一齊去到。多謝各位，多謝 Emily 嘅分享啦。接住落嚟，我哋有請 Angel Lee。咁我就驚唔鬼理佢啦。咁今日竟然我同我老公咧都可以上到呢個台上面，咁所以我就想同大家講，其實用 Yannifing products 又好啦，用Yannifing 嘅 business 都好啦，都要去堅持咯。咁我要多謝 All the sisters 同 All the gentlemen 嘅全部兄弟姊妹，你哋好正嘅大佬。咁仲有多謝今日你哋嚟嘅每一位啦，因為即係我覺得今日嚟到呢度唔容易，我哋一個緣分。同埋大家今日 enjoy 嘅 event 啦，多謝。多謝曬 Angel， 咁請我哋更多位金級領袖一齊合照留念。
好，手機時間，五、四、三、二、一。Thank you， 要再次恭喜咁多位金級領袖，請到台下站坐。接住落嚟，我哋有請過去兩年嘅白金級領袖上台。期望未來你哋會用更積極態度帶領團隊一齊前進。掌聲不斷。再次恭喜曬咁多位白金級嘅領袖。剛才我們已經表揚了我們的銀級、金級和白金級，接下來這個時間就將會是我們的鑽石級領袖了。沒錯，其實成為鑽石級領袖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他們除了會熱愛產品，會將產品和其他朋友分享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他們要很積極地去體驗 Young Living 的文化，而且帶領團隊一起成長，將我們 Young Living 的產品和這個的精神繼續去延續開去的。所以我們在邀請他們上台之前，我們一起給熱烈的掌聲，我們這麼多位鑽石級的領袖。上台，咁我哋又先嗌住下一位先啦，咁我哋等阿康。
上嚟嘅同事。咁我哋咧第一份嘅禮物咧就會係呢一個嘅 Lavender 嘅花章嘅。好啦，跟住之後咧就再落嚟順住過去啦。我親翻自己得唔得？哇！真係 Fiona。我送俾你啊！哦，咁我嗱非常之大愛啊！佢決定咧再送俾人啊，係啊，唔知呢位下一位幸運兒咧？楊素婷，楊素婷，咁我哋古元同馬頭四個字會係一六六六。送了我的 Honey 我再送的人恭喜上去幸運兒啊，好，那我們有請下一位，那我由 Kira 幫我們抽吧。我是鄭雨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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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哎呀 Maria So 會員號碼頭四個字是235，有沒有？有 Maria So 那我們可以等到 Maria 上來的同時，那我們邀請著下一位去抽著先 OK 是啦，那如果呢到我們所有禮物頒都未頒這份禮物出來的，那我們就會再抽下一位幸運兒了。提一提第一位得獎者先，就是潘天俊，頭四個數目字是2052，而另一位呢就是 Maria So， 係啦，咁或者呢個時候我哋邀請下一位家人，我哋再幫我哋抽多位幸運兒先。哦 ，Andy Chan， 哦 ，Andy Chan， Andy 上台啦，我哋 Andy Chan。頭先嘅數字係2917，好恭喜曬！係啦，好，我哋前面鏡頭嗰邊人可以同阿 Andy 一齊合照一張喎。OK， 恭喜曬！好，咁我哋有請。下一位，咁就请 Emma 同我哋抽出幸运儿先。Eric Chan 3343。Eric Chan， 会员号码头四个字系3343。咦，已经上紧嚟啦，上紧嚟啦。哦，我真系排队啊！佢出咗去 expo， 我哋再出下一位先啊！咦，頭先嘅 Maria So 都已經到咗啦，咁我哋都可以邀請埋 Maria 上台接受呢一份嘅禮物先，恭喜曬 Maria！ 係啦，由 Maria 抽出嘅，喺邊邊？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我哋有請點心啦，點心又同我哋抽一位幸運兒先。阿嘉呢個1578。有冇差呢方嘅朋友仔？歡迎媽媽1578。好 ，Charlie Fong， Charlie Fong， 會員號碼頭四嘅字係1578。咁我哋喺等佢上台嘅時候，咁我哋又邀請住下一位先。Eddie Low 2972。
哋而家咧啱啱送出嘅一支精油係 Neroli 啊！所以大家出入埋口仔，入翻滿場，因為我哋而家咧準備抽獎，可能下一個會係你噶啦。冇錯，只要越係會越嚟越精彩啊！有冇兼職嘅？你睇嚟係同一班朋友嚟嘅喎，係你啦！恭喜曬啊！
未上嚟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再抽出另一位嘅幸運兒噶啦。好，咁我哋就到下一位啦，下一位呢一群。請 Gertrude 抽出我哋下一位幸運兒。係啦，都係抽一位。Hi Unity。Vivian Chu 1914。Vivian。Vivian Chu。朱係咪 ？Vivian Chu 係啦，姓朱嘅 Vivian Chu 有冇？好，大家抽獎嘅時候千祈唔好行開啊！係啊，好，咁我記得咧，之前一開始咧，應該阿 Evelyn 同 Alex 抽出嘅第一位幸運兒咧，應該係未上台嘅。咁我哋而家呢個時候，我哋不如有請佢哋兩位啦，再抽出另一位幸運兒，有冇啊？我邀請Evelyn 嘅抽出另一位幸運兒，因為第一位係未出現嘅。Christina Chang， Christina Chang， 147 Christina 頂 Christina 頂，你會用乜物質四七啦？係啊，係啦，禮物方面咧，好，咁我哋呢份禮物方面咧會係。恭喜曬 Christina， 係啊。係啦，咁頭先嘅 Pansy 都到咗啦，咁我哋有請 Pansy 上嚟先。呢邊嚟自 High Energy， 恭喜曬。一支非常之珍貴嘅 High Energy。應該係Covid 收咗嘅。揸少少就冇咗啦，知唔知？我一齊合照，親緊啲一齊影一張合照啊！好嘅，恭喜曬 Pansy， 恭喜曬，可以講啦。好嘅，恭喜曬。好，跟住頭先仲有邊一位幸運兒係未上台噶？我哋召喚多次先，咁分別咧就有青 Wing Yan， 係啦，咁如果咧。我哋一分鐘之內未到咗，咁我哋就會再抽出另一位幸運兒啦。同埋 BBNG，BBNG，BBNG， 屬呢個係大獎嚟嘅，所以陣間咧先至會係啦，係啦。嗱，我數多十秒，一齊握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哋十秒講俾你聽。我哋再次抽出兩位幸運兒。Brian Choi! Brian! Brian!
佢打俾佢。咦？係 Kenny 嘅老公。咁啊，太太代領。無論去邊都好咧，有個好撚陪。台長起曬 Kenny 同先生。好啦，咁咧去到我哋最後一個嘅大獎啦，咁我哋有請 Vivi 同埋秋出。咁喺抽呢個幸運兒出嚟之前咧，介紹咗我哋嘅獎品先。就一個嘅。Regina Lai 1488 Regina 欸有沒有聲 Regina 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我們大獎一得住來到台的中間這裡拍一張合照留念先我們去到台中間不如好嗎對對對我們台中間拍照恭喜曬要記住每次嘅活動之後我抽獎要留到最尾啊！因為分分鐘可能下一個得獎獎將會係你。好，咁我哋喺度咧，再次恭喜曬咁多位嘅幸運兒啦！咁我哋都好開心啊！今日我哋最後咧都有請幾位我哋嘅 One Point Diamond 咧上前同我哋講翻幾句嘅説話。寄予我哋在場參加者嘅，我有請咁多位 World Crown Diamond 可以上前，係啊係啊，同我哋在場嘅咁多位參加者咧，佢寄予幾句嘅，咁我哋有請 Fiona 同我哋分享下。多謝大家辦好風球之後都專登嚟呢個場地感受公司嘅文化啦，同埋下晝嘅。workshop 啦，尤其是個 aroma freedom 啊 release 啦。咁記住下晝參加我哋義工組負責嘅種植盆栽，咁全部收益都係捐俾 foundation 嘅，多謝。希望大家可以秉承 Gary Young 嘅精神啦，記住可以無畏大膽咁樣同身邊嘅朋友去做分享，我哋咁好嘅產品，多謝。感謝我們每一個都有參與，無論是線上線下，讓我們的分享成為別人的祝福。咁咧，今日咧呢度好多人帶咗小朋友嚟啦，咁我兩個小朋友都喺度。咁咧，我哋咧其實做父母嘅咧都係好想改變下一代，令到佢更加多嘅機會啦，個世界變得更加好啦。咁正正咧，因為其實做緊呢樣嘢咯。咁如果你今日有機會嚟到呢度咧，咁可能有一天咧，你都會喺呢個台上邊帶埋你嘅小朋友，見證住咧你嘅成績啦，令到佢對呢個世界更加有希望啦，更加開心啦，跟住。Yeah， 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環境很難再有這樣的機會，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去玩一起學一些東西，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留到最後，最後呢應該還會有彩蛋派給大家的，我相信公司不知道是不是啦。就改變呢就由自己開始，所以我在這裡賣廣告先，請大家留到今天的最後，因為四點才輪到我講，就大家吃完晏就記住要回來，因為呢我是講今次的，我不會做 Facebook Live 的，今天講那些東西，所以呢一定要吃完晏記住要回來，因為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由自己的心裡面快樂出來，你就會忍不住將那份快樂分享給你身邊的人的了。恭喜曬今日上台攞獎嘅朋友啦！咁咧，希望咧大家將愛咧分享出去，讓呢個世界咧有更多嘅愛同埋更多嘅健康。多謝，多謝咁多位 Welcome 大人民，而我哋外面嘅 X 組咧，一陣間都會開放。
嘅。而陣間咧，稍後5分鐘之後咧，我哋已經開始第一個 workshop， 就係 Maggie 嘅 Emotional Release with Beginner's Oil。而咧到咗晏啲嘅時段咧，亦都會有 Freedom Sleep and Release 嘅 workshop， 咁就係 Joanne 嘅 session 嚟嘅。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呢兩個嘅 workshop 入邊咧，體驗到精油俾大家嘅能量。希望大家今日 enjoy 我哋今日嘅活動，我哋下